大家好，我是妍妍，今天我们到我舅妈家来了，然后舅妈家今天在摘那个剪子，大家不知道有的朋友会不会不认识，我们去问一下舅妈今年的剪子是多少钱一公斤，我们去看一下，有的朋友应该没有见过。好，你看今天很多人啊，小疼爱你怎么了，眼泪水都出来了。上午穿了，下午太热了。结果今天好多钱一公斤？上次买好钱一公斤。明哥，你准备给那个谁？52斤重。哦哟，他那个猪嘛。猪肉汤类要稍微甜一点，但是猪肉汤类。这边弄那个就是做剪子的时候全部都是用的这种就是油菜的这个杆子，然后做的这种剪子就编的这种竹子的，然后它没有其他很多那种残渣吧，就是看这样取下来的话就比较干净，就没有像那个它会带一些就是油菜的杆子在上面，这样子的话这个就特别的干净很白。看这边已经弄好了，看很多，不知道一共有多少公斤。取好了，取好了以后就是过几天还要用火，然后把这个就是这种，然后全部给它烧一下，把这些小的这些清理一下，然后把这些清理一下，把这些就留着下一季又备用。回来的时候买了一个大西瓜，我这会儿来给大家爆破。